喜欢低单数丝袜若隐若现的透肤感，还是高单数丝袜下紧绷的美丽曲线呢？别误会啦，电玩风不是在卖丝袜，而是 DNA XBB 要推出丝袜套装啦。由光荣特库摩发行，在 Steam 以及 DMM 等平台营运的养成游戏《生死格斗沙滩排球维纳斯假期》，最近与丝袜世界的原作者超级丝袜控兼足控会师优姆展开合作活动，推出了最新的 SSR 泳装优姆办公室套装。先把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泳装的疑问放一边，从衣服的细节的确可以看得出会师和制作群对丝袜的坚持。优姆办公室套装不仅可以选择是否要穿鞋，就连丝袜的单数也可以随意调整，从最薄透的20单，只在脚趾部分强化的30单，到最后最能够修饰曲线也最能够展现肌肤弹性的110单，共有5种单数可以选择。专业的设计不仅质感超还原，就连衣服下的线条也忠实再现。该说真不愧是特库摩出品，很能够抓住玩家的胃口吗？